2018年1月15号，我们现在到 Pestonia 的钟乳石洞的餐厅，现在可以看一下它的钟乳石洞这边底片 Photo is official， 这边参观的时候是不可以拍照，可以拍照，但是闪光灯拿下来。这边是 Park Pestonia Jama， Keep a Memory， 它还会让你拍照留念。这个是世界上 World Famous Attraction 的部分，这边就钟乳石的部分拍照。那里面可以看到它的虫的变化，这个是非常有特色，就是叫 Jama J A M A 的部分，可以看一下啊、哦，它的蛋孵化，然后从小只变大只的部分，好有特色。Pestonia Jama。它的眼睛现在已经退化的部分，可以看一下，它要发展出来，好像鳗鱼的幼苗 ，Pestonia Jama， Pestonia Jama， 2016、2017年的一些的影片可以看得出来的部分。这刚才是看到有餐厅的部分，有大概有8.9、7.9，还有包括现在9.9的部分。天啊，的孩子价钱还是蛮琳琅满目的，可以看一下。这个是餐厅。那餐厅的选择，这边有3块钱的汤，有那个 homemade 的 beef soup 在左边的部分，那还有包括那个汤的部分。现在是下午的1:15，那这个是里面的厨师。现在中午的时间，现在已经比较休息了哦，有蛮多样的一些的选择。所以呢，在整个餐食采用自助式的服务，这边就是整个收银台，然后现在团队餐那边坐在这边吃饭。OK， 旅行遇见新自己，幸福新世界，幸福克罗埃西亚小编 Steven， 拜拜。